第一本护照咱们给他办的很早了吧？没有哎。对啊，所以他办不了有可能。大家看看我们家厨房里啊，厨艺大比拼。小杨现在做了一个西餐沙拉，我妈妈在这做的是萝卜条。省得我颠外卖了。颠锅颠起来啊！今天呢，我们要带着大宝啊去办一个港澳通行证。因为呢，这个自从回到中国以后呢，还没有去一趟香港，所以我们想带着大宝还有我们家小杨一起去一趟香港。所以我们一会儿接上大宝去在上海这边的出入境管理局。住的总住的什么？门诊。哦。他去的时候，进门上床。进门上床。一间小屋。都搁上了。没事，我们可以。那小厕所啊，这么一点进去进去。我们去演出，上那去演出跳舞去嘛。哦，我们可以这样，老婆，我们可以到时候住在深圳，然后玩呢去香港玩。对，反正也很近嘛，对吧？反正大宝喜欢深圳。对呀、啊，大宝上次从深圳还没有逛深圳就喜欢上深圳了。哦。他说一定要再去一趟。哦。所以我们打算再带他去一趟，嗯。哎，他什么时候去深圳？上次我们不是从三亚回来，从深圳转机嘛，哦，就带他吃了东西，就爱上深圳了。进了个大宅屋。嗯，他说深圳行啊，他应该生活在深圳，他说。这个小子，哎呦，蛋黄酱太少了。对，太少了。嗯。咋办？这边好了，做熟了，看看。我们这一顿丰盛的午餐，爸爸妈妈和我俩。关键是没有小孩的情况下，我们可以安心的坐下来吃。就我们四个人，四个菜，还有一个小咸菜。行啊，这个小日子过的，挺高兴的，吃完了就高兴了，睡觉起来。哦，粉条嘛，嗯，有粉条，青菜，嗯。可以哈，一会儿接大宝。我需要去吗？一起去吧，拿着户口本儿，嗯。对。对。你单身的那个户口本儿。对。呵呵，又开始了，来，先吃饭啊。办那个港澳通行证，接回来了，大宝。然后妈妈在后面领着二宝，走了，放学了，接到二宝了。二宝跟着我们一起去，今天啊，跟哥哥去办那个港澳通行证，是吗？去香港的，行吗？我也去吗？你我也要吗？你不用了，你不用去了。哼。嗯，好。我给你带纸尿的。嗯。好吧。哦。咱们出发吧。出发喽！好嘞，出发，孩子们。哎，我们到地方了，二宝睡着了，先弄上大宝去吧。把材料准备好。好了，我跟大宝，我们两个开心吗？大宝开心。这个办了很快，听说一会儿就办完了啊。嗯。缺一个材料，大宝。缺一个出生公证。嗯。这要出生公证，然后那个他还有一个要之前那个第一本护照。啊。第一本护照咱们给他办的很早了吧？没有哎。对啊。所以他办不了，有可能。我的办了，他很早了是吧？第一本。对呀，很早了，他出生。他就办了。换完了，这个是第三本了，都算。嗯。不是五年哦，没有。啊？在家里有。有吗？有。那回去找找吧，出生公证也在家里呢。我们还少材料，得明天再过来一趟。没事，大宝，办的倒是挺快的，十分钟不到就都办完了，都是自助办理。大宝，没事，别着急，大宝。别着急，不就是？不就是？没关系，他老是怕不带他去，他老是想去。哎，这个婆婆真行啊，哈，爆炸了哈。行吧，没关系，反正办的挺快的，人家服务态度也非常好。明天还得再来一趟，就是。来啊！不是在家隔壁吗？对。行吧，大宝。大宝有点不开心了呢。大宝。没事。我还有香港的钱呢。什么？我还有香港的钱呢，还留着。还有香港的钱，500港币，还留着。嗯，行。在法国。行，回去先拿材料吧。我的倒是交了钱了。嗯，二宝已经睡成这样了，二宝。
把他叫起来吧，要不晚上不睡了。二宝，起来吧，我们都办完了，坐好了。啊。上车吧。好了好了，快点，二宝起来吧，哥哥要上来了。醒了，你干嘛呢？写字呢，说梦话写字呢。你看，睡的这个香。快起来吧，宝贝。Tomorrow。办完了，昨天来办的时候缺一个材料，今天补好了，跟二宝、大宝是吧？二宝在睡觉，跟着爷爷来的。我跟大宝补完了材料啊，出发回家了，办的一切顺利啊，7天以后拿港澳通行证是吧？好的，回家了，跟妈妈说这个好消息，可以去香港了，是吧？办完了，嗯啊，怎么了？行，怎么这么快就办完了？我也想一想。啊，过来，你看，这是谁的？